大家好，我是艾菲，为你播报2月7号礼拜三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好运星座有金牛座，今天呢适合换职场的跑道哦，迎接各种的挑战，而且呢适合转型出发。射手座朋友呢今天坚持梦想，努力不懈，那么跨越各种障碍。处女座朋友呢今天则是财星高照哦，进财的时刻，偏财运会特别好。两枚星座今天要特别小心了，分别是摩羯座的朋友，物价呢有点高涨，让你感觉到金钱的压力。双鱼座的朋友呢，今天则是感情的误会，三角恋情呢难分难舍啊。那么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大家使用，火象星座请用紫色数字6，土象星座请用黄色数字2，风象星座请用红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用金色数字4。